咱们也该办事了，请世子发令。大哥，我们要去取剑匣子了，挺危险的，要不你别去了。我愿与大哥共进退。好，共进退好呀。 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面，我只取一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。 真是好兄弟，想等打起来讲道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，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！ 贤弟，好武艺！你就等着这一下。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的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！哎，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狼世子。 想必是暗藏的护卫，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 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。他身边内心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。等下出手，全力杀他。不该先杀徐凤年吗？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。可是你看此人，面对六名武奴，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至极，要杀徐凤年。 此人定会挺身而出，再等等。不道理。站住！
世子，感觉这些武尼并未尽全力拦我们。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